我命令全军各级要强化练兵备战鲜明导向，坚定不移把军事训练摆在战略位置，作为中心工作抓住不放，抓出成效。要坚持领导带头，以上率下。 坚持实战实训，连战连训，坚持按纲实训，从严治训。海生龙活虎的场面，通过视频教育了各军兵种和武警部队野外分会场开训情况。塞外北国千里冰封，陆军某合成旅官兵顶风冒雪展开实弹实装训练。 南国军港波飞浪卷，光在训练，冀中平原。